好，我们接下来的练习就是所谓的比较有变化的题目，什么冰化成水啦，啊，水结成冰啦，结成冰啦，体积200的密度0.9的冰完全融化成水会有几公克？好，老师说 A 状况变成 B 状况要掌握不变，找到相等，冰化成水，水结成冰，谁没有变？质量没有变，所以呢，这题要我求水的质量，就等于求谁的质量？冰的质量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直接去算水的质量？因为我们前面知道要算质量要有密度，要有体积嘛。水的密度我有背是一嘛，可是题目有没有水的体积？没有嘛，所以应该没有办法直接做嘛，所以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求冰的质量就好。冰的质量，现在要求的是质量。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有公式可以求质量吗？当然前面讲过嘛，有嘛，就是我们那个可爱的 D 等于 V 分之 M 嘛。然后数学好就知道怎么做嘛，数学不好就不知道嘛，不知道就找小瓢虫嘛，把瓢虫把 M 遮住嘛，就 D 乘以 V 嘛 ，D 乘以 V 嘛，好。要写 D 乘以 V 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要算什么要带什么嘛，要算水要带水嘛，要算冰要带冰嘛。你现在是要算谁啊？你现在是要算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带冰的密度跟冰的体积嘛。题目有没有？有嘛。冰的体积叫做冷霸嘛，密度叫做0.9嘛，叫做应有尽有嘛，对吧？里面塞就好。又是一个号称小学四年级就会的数学。国中的理化计算的程度基本上是小学四年级，小学四年级就会啊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就算出来，这个理论上是谁的质量？冰的质量哦，可是它正好跟谁一样？水一样，所以它正好就跟水的质量一样，所以就是180，所以我们的质量就是180，我们就算完了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接着就换各位来练习一下。360的水变成0.9的冰，变冰的体积。刚才是冰化成水，现在是水结成冰。刚才问质量，现在问体积，但是公式同一个 ，D 等于 V 分之 M。关键想法一样，冰化成水，水结成冰，质量不会变，然后就往里面塞，那答案就出来了。这样子应该不会太困难，不会太困难。来，亲爱的众帅哥美女们，这个人叫做21，这个人叫做34，再找一个可爱小女生叫做，这里都没有可爱小女生，有12，上来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神奇的人？没关系，这种神奇是可以接受的。你就算完了不是吗？还要再撑吗？不用再撑了吧。很好，我喜欢。来，这题目甚怪异。
来，你们黑板上的人，如果用挑剔的方法说，你们共同犯了一个错误，但这个错误就算是可以接受。为什么可以接受？因为水的密度是一，每立方公分一公克，所以理论上以后看到考试题目，看到水200立方公分几公克，200克，看到它300克几立方公分，300，就可以直接打，直接用。所以我说可以接受。那为什么说挑剔的时候算错了？请问你那个题目里的300又是什么玩意儿？体积啊，你为什么你这里明明就写质量，这边就明明就这样写，感觉是质量啊，体积过去乘啊，那用除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所以不管如何，这300都感觉是质量克，对不对？这300是质量克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质量克啊，不是啊，上面就是体积啊，你少写一步啊，你少写哪一步？你少写一步，让我的水的体积变成水的质量，然后水的质量就是冰的质量。那我讲过了，我们就勉强接受嘛，因为水的反正密度是一嘛，知道体积就知道质量嘛，知道质量就知道体积嘛，啊，就当做勉强接受，勉强接受。然后呢，这个列式也怪怪的 ，d 等于 v 分之 n， 你到底要算什么？那就是 v 等于 m 除以 d 嘛，你是不是应该多写一个？叫做 v 等于 m 除以 d，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。然后呢，这样认真努力算的时候，你干嘛乘一啊？你乘一是什么意思啊？乘密度一吗？那你是要用质量乘密度吗？还是体积乘密度吗？你乘那个一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问问你自己啊，你乘一干嘛？你干嘛乘那个一干嘛？你不就算完了吗？干嘛要乘一啊？啊？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基本上都正确了，基本上都算正确了，不要挑剔的话就都对了，不要挑剔的话就都对。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有公式算体积吗？有 ，d 等于 v 分之 n， 怎么算？小瓢虫 m 除以 d。好，如果你是要算冰的，如果你是要算冰的体积，你就应该要带冰的密度跟冰的质量，这叫做算什么带什么。题目有冰的密度 0.9， 有没有冰的体积？对不起，有没有冰的质量？没有，要去找，怎么找？怎么找？怎么找冰的质量？A 状况变成 B 状况，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。冰化成水，水结成冰，谁不会变？质量不会变。所以呢，你要我求冰的质量，就可以用水的质量来代替。那水怎么办？那又来一次。水怎么办？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要带找水的质量。那。水质量怎么办？好，又再来搬一次，又再搬一次。d 等于 v 分之 n， 小瓢虫 ，m 遮住 ，d 乘 v。注意啊，算什么带什么。现在要算的是水的质量，所以要带水的体积跟水的密度。要算什么带什么，往里面塞。水的密度一。体积360，算出来水的质量360，这是水的质量，也正好就等于谁的质量？冰的质量。所以带回去前面那个式子，带回前面那个 m 除以 d， 算什么带什么，带冰的质量，带冰的密度去求冰的体积，所以360除以 0.9， 所以答案400，就这样。可以吗？你们刚才在黑板上算的都算对，但是我只是说挑剔的说，你不应该直接拿360去算，你心里要明白，
你一样放的是质量，360是体积，除非你自己很清楚，因为水的密度是一，所以体积360立方公分就是360克，你至少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不是因为它有360就直接拿来用，你心里要有个样的转换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的练习03 ，OK， 很好。